大家讲一下，妹妹刚刚那个快乐跳呢，是因为我们昨天错过了这个风景，然后我今天挤出了一个时间让她来看，这样子，你看跳怎么样 ？OK， 我们来看看妹妹这么期待，到底在期待什么东西？现在眼前这个呢，不是人造的，也不是什么古世纪的恐龙蛋，它是新古世纪泥岩交结作用而成的。那它们有一些中间是中空的，经过四五百年凝结而成。拉阿吗？那个石头的上面这个是什么？哦，那就是我的傻妹妹。好像拉阿、哦，你是不是肚子饿？好饿。然后它大部分的石头呢是被方解石包住的，真的很像恐龙蛋哎。这边其实是我们往淡泥丁的路上，那因为很多人因为赶车的关系，其实都会错过这个景点。如果大家不赶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停下来走一下看一下，因为其实不会花很多时间，但是我觉得这算世界奇景这样。这个地方如果幸运的话，是可以看到蓝眼企鹅，是不是？所以经过的话，大家可以停一下，不要赶车。这边也许只要20分钟。OK， 你要下来了吗？然后呢，来的时候你们可以上网查一下他们的涨退潮时间，要完全退潮才可以看到他们露出来的样子，不然会扑空。网络上查得到，很方便。最斜的街道包德温街，超酷的，很像旧金山。然后它真的蛮斜的，我们车上得去吗？你看你右边的车子。哦，叫装置艺术，很真性情哎。最斜角倾斜度有到19度，然后照这个路面的人呢，当初没有考虑到他这边地形的关系，才会造了这样子这么斜这么斜的一个坡，很可爱。因为他那时候人好像在伦敦。你说他在国外设计，然后没想到这样子。对对对，他没有考虑到这边的地形。哇，你看那个花。我们一直有看那个坡有多斜。我觉得如果我家住在这个地方啊，我大概3岁就离家出走。对，就是离家出走，你爸妈也追不上。对。好高哦！我天哪！好累啊！哇，真的蛮美的。我不要，你们自己上去。但很漂亮哎，这边看得到啊。这个很像全面启动的那个感觉，梦中梦，还蛮棒的。那个设计师他是艺术家吧？肯定是。
我们遇到姜母鸭。嗨，姜母鸭。啊！欢迎收看 Yuna News。OK， 我们现在处在于奥塔哥第一教堂。哒哒！它整点的时候会敲钟，刚好听到英文的。是的，没关系，我们就是进广告来。欢迎进入60秒的广告，谢谢收看。著名的奥塔哥第一教堂位于纽西兰淡尼丁市，建于1862年，是纽西兰的第一座教堂，开放于1873年11月23日，由19世纪著名建筑师 Robert Lowsam 先生所设计建造。建筑师的一生中设计了超过40座教堂及城堡，散布于整个纽西兰，是纽西兰相当伟大的建筑家。奥塔哥第一教堂是他最著名的代表性作品。这座哥德式风格教堂的建材是石头，主塔56米高，以奥毛鲁出产的石灰岩作为装饰面，加上多种形状、纹理和材质，该建筑被认为是纽西兰19世纪教堂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并被纽西兰遗产局列为第一类建筑。圣保罗大教堂，它新建于1919年，其实他们都盖在八角广场上面这样。然后呢，它其实也有得纽西兰建筑设计大奖。圣保罗大教堂于1919年建立，是由英国建筑师 Edmund Harold Sailing 先生所设计，石砌外观简单朴拙而宏伟，展现出20世纪新哥德式建筑风格。建筑主体石材来自奥马鲁，大门前38街石阶则是采用塔卡卡大理石，为纽西兰南岛北部摩图伊卡附近的大理石山。教堂哥德式的石柱达40公尺高，为纽西兰少见之欧洲古城式建筑。我觉得一定要好好的玩，然后挑一个国家住。对，不可以断定了我要住这，我觉得要好好的选一下，多去几个再来选。对，八角广场很舒服的地方，在他们的正式中心，什么东西都有，很多餐馆啊，然后你可以租那个滑板车，这边有很多租借点，然后很多可爱的傻海鸥。我觉得这边如果少了海鸥就少了一个份儿。对，一定要有海鸥。住的意思呢，就是定居的意思。我们接下来呢，要前往皇后镇。8年前来皇后镇的时候，印象非常好，所以呢，我这次多排了几天，度假系列那一种，住了有没有5、6天，还是一个礼拜？因为印象很好，风景很美，在我心中全世界最美的地方是瑞士。我觉得皇后镇的风景有堪比瑞士，我目前排名2。OK， 期待一下我们的皇后镇。嗨，我们到皇后镇了，然后跟朋友碰，第一站就。先吃东西，保暖一下。我们三个现在是掉电状态，没有热量状态。哎，我是小强，他是 Aaron， 我们的好朋友，是我的很强的吉他老师加爵士鼓老师加乌克丽丽老师。今天晚上有活动，所以我们先吃饱看怎么样。那活动我们不见得可以参加。还行啊，习惯了。老师，你来这边多久了？我来这边29天，30天，这边已经都走到跟我家厨房一样了。这就士林夜市啊，很无聊。前面就是酒吧，一堆酒吧。怎么样？你以后想定居这里吗？我有认真考虑过。对，因为我刚才出国会有这种感觉。
我们来找晚餐。啊，才不要吃晚餐！就我刚刚有点冷档，但我看到蛇冰，铁定要买。我好像倒太满了，我还没结账呢。强烈推荐，绝对可以温暖的胃，也可以温暖的心。真的，这是怎么样？汤是不是？就泡水就好了。对，就泡热水。你们可以买个后面的兔奶鱼，罐头兔奶鱼。这个牌子吗？啊，对，就这个牌子。这个你明天去超市看，真的到处都是啊。我来台湾找你们玩哦。好的。这个牌子啊，这是最好喝的，其他的这个、垃圾。OK。哦，认真，这可以这样子。请进去就好了。我帮你消音了。这喝起来像尿，哈？这喝起来像水，像尿也太严重了。然后严重了，吉浩老师。然后他这里越大罐越便宜，越小罐越贵。这罐4.7块，这么大罐5块，差1块钱，差那么大。那可以放吗？大家参考一下就好。对，这是一个梦境的画面。OK， 回车上等吉浩老师他们。现在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摇？怎么了？什么东西？那什么布？我就摇，我不要，这是什么东西？好了，你摇完了没？超冷的话，回车上我没有办法。虽然我吃湿了冰，是不是穿不够？啊，穿不够吗？我蛮暖的，你很暖啊、哦！因为我跟你讲，我其他地方还好，我是或者是鼻子开始要再流鼻涕了，我嘴巴裂掉。它很暖啊，我嘴巴跟早上的石头差不多。OK， 爆裂纹。爆裂纹。好好好。会笑哎，好痛哦。嗯，好。我是鼻子人中间连接处很痛。OK， 大家五官都有问题。哇塞，我跟你讲，吉他老师他们就是要参加这个。Party， 今天的 Party 有羊。OK， 他是扮羊哎。羊是这样叫吗？好啊，好冷啊。超冷。我手都粘在杯子上，好痛啊。来，妈妈这一段不要看哦。不是，看到十二冰就是得买。太难得。对，只要看到现在不管什么状况都要买。你看，连麦当劳我都挂那个旗子。哎，还是我们是麦当劳。OK， 我们餐来了。来你的，这个不知道什么鬼，超饼。吃起来有觉得不一样吗？薯条目前一样。好尴尬哦。来。它是 cheese burger。只有 cheese 蛋炒肉，还有因为你要 cheese burger 啊。他说到做到，但是我的冰麦好像也不用笑别人。你这是冰麦，冰麦很打手啊，也太大力了吧？卡麦克，我看多大？你中间是什么啊？不知道、啊。你有压扁它吗？我没有压啊，我就咬一咬就这样。但是其实味道是一样的。Oh.小时候台湾有这个，但是也没那么扁。料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都那么扁？还是他们面包特色是这样 ？Lonely 的感觉。Lonely， 这就是想要减肥又想吃汉堡的可以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一早的美景，眼睛睁开的时候看到的那一种。你知道起床的时候看到这个会觉得哇塞，我是在天堂吗？睡到哪去了？怎么会是这种景色？好的，吃早餐。
我们早餐是泡面，昨天太晚超市没开，还好有买三包泡面。我跟你们说，我奶奶以前一大早超喜欢煮这个，所以是一种想念奶奶的感觉。其实奶奶一大早煮泡面吃也是蛮香的。是谁的可乐？一人的。真的，我也要一罐。小朋友不要学哦。可乐配泡面，我的天。然后配皇后镇的美景，这就是人生，你们懂吗？到大概三四十岁再说，小朋友在发育的不要这样搞。猪选剧，我没有带自己的手套，但是服装没带，因为太重。我们会不会这一次在皇后镇，然后大买比较滑雪用具？对，好看的衣服这样，因为台湾这个东西很少，网络上都可以买。这边。期待吗？期待啊！第一次滑夜雪。这个是我们现在要去滑雪场的滑雪卡，然后你每次来这个滑雪场，你就刷这个卡，然后上缆车这样子。最可爱的地方是带回家有一种纪念价值的感觉，然后你还可以终身使用。我们八十岁再来，高阶坡，飞翻一圈再飞那种，我把一轮逼疯了。我跟你说，你可以仔细看一些我们的画面，反正就是地板上有蓝色的，那就是一轮。是不是有毛病？雪好好玩哦！尖的雪球。好啦，开始滑雪。天哪，你看我其实有晒黑耶，我这个已经没救了，这样子的开心。跟你说，好朋友一起滑雪是非常难得的事情。没错，而且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讲很久了。对对对，我们实现了。我的吉他老师现在要变成滑雪老师。膝盖转，好，然后换另外一边。教练你受不了，教练要受个身高的呢。Yeah. Hey, what's the matter with the bright red lights? Hey, in the moment when the world went blind, but everything's alright. We don't give a damn this time.Yeah.
新朋友。纽西兰的雪是世界非常有名的，他们的雪是那种松松软软的，世界各大好手在这个季节的时候都会聚集在这里。所以呢，你要是这个季节来，你可能会遇到奥运选手，因为事实上我们的朋友有遇到。Nice， 有啊有啊。一个揠苗助长的过程。对，我刚刚半小时前才在初级，他现在已经升级到蓝色。真的，前面的真的太强了，我真的没有办法。发表一下感想。感想就是，我觉得体力要训练好，蛮花力气的，全身。我们刚刚下了，全部都是蓝线。OK， 你现在已经是可以下蓝线的人。哇，再来一阶，我应该没办法。休息中，刚刚从中阶的下来，在等一轮跟妹妹。嗨。休息。除了会遇到很多奥运选手以外，我觉得会可以交到很多新朋友，因为我们的好朋友呢揪了一个团一起来滑雪。重点是他们这个团呢有几个人刚开始根本不认识，那我们因为滑雪的关系呢也认识了一些新朋友，所以你们看到这个夜雪的画面也是我们交的新朋友，小教练加摄影。滑雪技术不错，所以才能这样子一路帮我拍下来，感谢。OK， 你还好吗？很好啊。很好？你确定？看起来很像生病。对对对，你看起来有那个宕机感。超宕，摔到烂掉。嗯。你说怎样？明天会出车祸感？明天就是很酸啊。应该不是。可能拿相机都有问题。真的。我知道那个感觉，因为我第一次学的时候也是这样，摔的时候超疯。哎，可以的，你明天就可以了，因为我第二次玩的时候就很摔很少了。我刚刚休息一下，然后再上去再滑就变厉害，对不对？对，就比较顺一点。对，会变强，好玩的。要摔了，要摔，没摔过怎么会跑步？对对对，人就是要跌倒过才会变得更强。我刚来滑雪就在学人生。人生就是这样子。 OK， 又不能笑。有一件事情失策。怎么说？因为我本来想说今天我就学会飞起来。哦，真的翅膀还断了。你确定刚刚只摔到手？你是不是摔到头？你在说什么？有一点。他想飞啊，你走的还不会要想飞。花完了。
再来是明天早上第一次夜巡，超好玩，而且在上面还可以看夜景。我们今天滑了中高阶的了，不错，低中高，对，都滑，但是最高阶我应该没办法。今天 Nina 是红色衣服哦。是的，没有，是橘色。OK， 橘色。一早滑雪，昨天晚上也滑，我觉得我们现在极限运动，而且我们现在要直接中级坡了，没有什么初级坡，太无聊。初级无聊。对，逊毙了。跟大家讲一下租雪具，我们的雪具只租了一天，我们的租法就是呢，前一天的下午租，然后从下午开始滑，滑到晚上，然后隔天一早起来再滑白天，然后傍晚去还，这样的话你的雪具就是一天的费用，这样蛮省的，因为一整身加雪板也要好几千块，所以省一天我觉得很 OK。坐下，对对对，这好美哦，还可以吗？这个坡还行啊，嗯，我觉得可以，所以其实昨天那个搞不好你可以上去的。好，我们走吧。好，下去看一下那边石头，很陡哎、欸！回来，我就知道你要干什么。OK， 丢歪，这样也能丢歪。这个叫 Alta Blue， 这个是我成长的坡。你说那个吗？不是，就前面那个。就一刚开始前三天的时候吧，我们那时候也还很嫩，在转弯的时候都会跌倒，就是他成就了我，在陡坡不会跌倒。我靠，超伟大的感觉，成就了一个滑雪高手。这个就是有他极致的飞脚。OK。Go。
你没有看到一轮那个滑雪板铲到那个雪吗？有没有看到很松很绵？所以这滑雪场真的很好滑。这个摔得很惨哎、欸！你还好吗？哇！姐姐。到底怎么了？他们两个近距离这样子拖在干什么？不认识我，不认识。棉被太多了。是不是疯了？大家压力很大。什么东西？是还好吗？这样算打雪仗吗？他给我那么近，他要不要直接打我一拳？真的近距离，干嘛要揉那个啊？这么近呢？太好笑了，他刚刚太近了吧？然后还跌倒，到底这是什么？打别人自己摔马那种？那就是伤敌十分自损。对对对，好。滑完雪，回到我们的住的地方，吃巧克力。看啊，这个现在台湾买不到，里面有小礼物的那种。哦，然后这样，想要看一下我礼物是什么？我的好像是车车。你的是车子？嗯，很帅。好好吃。边吃边玩。这必须蛇形，然后再蛇形回来。啊，它会这样哎。哦，酷哦！它是回力车。嗯嗯。不是这样。哇，甩尾！那你的呢？我的很 boring。跷跷板吗？嗯，要先把跷跷板弄下来才可以放，因为你永远都放不好。哦。不信，什么小孩？这个，我在干什么？哎，我觉得加这两只很帅。等一下，这样，哇哦！然后给他一个场景，哇哦！帮他拍一个电影版。拉远，拉近，超帅。Oh, I'm gone, my friend. Won't you tell me the answers again? My heart bleeds red, but there's no
point in telling me why. No point in telling me why. Oh, can't seem to challenge any thought that leaves my mind. Guess my receiver damn. 等了一个小时的汉堡，很大一个，一小时哎，超多人。对，你们点什么口味？小羔羊。我刚有看到有 sweet Bambi Bambi。OK， 我们外带回去吃。吃晚餐弄了三个半小时才找到吃，然后吃一个汉堡。刚刚应该现场忙咬一口。我跟你讲，我们应该现场咬。它有点凉掉。肉才会很好吃啊。真的，而且它蔬菜放满满，它的酱很好吃哎，真材实料那种。汉堡广告里面看到那种汉堡，可以理解。它干嘛还那么长？大家来，一定要吃这个汉堡，也是我们朋友推荐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其实它还可以配薯条，你可以一个汉堡有薯条这样，还可以选酱。然后酱好好吃哦。然后他这间店呢，直接大事业。为什么？因为他隔壁还开了甜点，也很多人去。然后另外一边是酒吧，连锁并在一起这样。你要不要咬大口一点，吃到它的酱？怎样？你的看起来很想睡一觉，怎样 ？BBQ 的酱。BBQ 了你，BBQ， 我真的是，我跟你讲，我现在对于汉堡这件事，我没有办法给予过多的评价，你知道吗？你说，等一下，Burger， OK， 你说你现在奶皇后症第几天？第一天。第三天没有，其实才两天。以24小时算的话，我们现在目前大概才48小时。你48小时内吃了几颗汉堡？两大麦克 ，double 大麦克。早餐吃麦香鱼，现在又吃这个小羔羊，4颗汉堡，好不好？难怪你刚说你要吃这个有名的汉堡的时候，他说这个排名后面一点，他放在第二名，他不想。满肚子都是汉堡 ，OK， 它好吃，它真的好吃，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给予过多的评价。太好笑了，刚刚本来要去吃别的，可是因为。有些很早关，所以最后才想到，好吧，把这个我们第二排名对拿出来。不是，我们已经很早到那个镇上去，大概7点吧。对，要么不收客，要么大排长龙客。不收客，7点就不收客了，各位。来，我们来看看到底吃了几天麦当劳。到底多喜欢吃麦当劳？